据媒体报道，鲍杨先说姓赵大富豪为米兰的克儿前男友，在迪拜花千万向萧亚轩求婚被拒。29号，马来西亚日报等当地媒体就 NBC Street 报道 YG 代表杨贤硕的性招待内容进行了报道。马来西亚媒体关心的重点是在节目中提到的受到性招待的两名东南亚富豪，当中有名是马来西亚当地著名的金融家刘特佐，以马来西亚前总理亲信的身份而被人所熟知的刘特佐，因涉嫌通过当地国营投资企业转移45亿美元筹集秘密资金而被国际刑警组织通缉。非凡娱乐实时报道。